大家好，我是凯瑞，今天我继续玩 Pixel Shift Flash 的游戏，然后之前已经进入到这个四个队的哇，就是我一个人在这个队了。对呀，有个 bonus 给你，行。3500不行，以后就是两万之前，两万之前不行，可以买这个。对，可是我还是攒钱吧。这些都是花钱买的。这个特别厉害，就是一开始就是20个，就是等于你一开始就杀了20个人，那还需要100个解锁费，然后还需要700个解锁费。那我玩一下 Team Battle。两个队的好分。不行，两个队的更容易一些。你看，他就是，我觉得他是买了10个或者5个的，他不像我买了，就几乎没几个。可是不能算上。一开始你进去会长一点，可是我不知道是永久的还是就一次，一次的话就太坑了。
而两把如果都赢的话，就能解锁新的游戏模式。那么看看今天能不能解锁那个六把。也好，给大家示范一下。哇，有个特别长的，看那个充值了，这个估计是十吧，有可能是二十的。哇，感觉好吧，这个好危险啊。哇，刚刚我应该是死了，可是居然没打着。哇，好危险啊！我就来杀，我都这么长了，不想死了。已经连续杀了二十个人，没有死了，21个了。你可以看排行榜。啊！啊！那是红队的。去他们家那边刷东西吧。再打赢一把就能解锁 Smash 了。对方那个神级杀人，杀死你！哦，是一个队的。杀了25个神奇器，好了，解锁新的这个 smash， 看看这个 smash 是啥好，也不告诉你咋玩就开始了，我就普通的嘛。还有五排名吗？还是哦，真的，也觉得没啥意思。
继续拉一下这个 team battle 吧，就会两，我看了两个队的，两个队的比较简单一些，敌人也更少一些。先从底下偷偷的溜到他们那边去，就是给所有的角色都给解锁，然后再来一个，就是一开场就有一部，要我二十的话，那就是无敌了。你想想，这些角色都解锁，就说明这些也解锁，然后用这个，然后再就是你给那个剑丝乘以二十倍。那么长，根本无敌呀，不敢想象。